我喜欢你。我们永远一起走，永远爱你。结束 Super Junior 连续两天的高雄见面会后，龟贤特别留下接受访问，也为自己的表现打分数。10점만점에9점을주고싶고요왜1점이깎였냐면오프닝에서제가큰실수를했어요그것말고는다잘한것같습니다除了这一点之外，我觉得其他的我都表现得很好。이번에高雄에오셔서2회 공연을하셨어요근데지금팀에서는막내이긴하지만그래도30중반으로지금다가가고계시는데혹시체력적으로괜찮으셨는지솔직히요要诚实的讲吗좀힘들었습니다其实有点累有点累但是我最近그运动努力做运动所以一点点累了但是还可以中文实力真的太好而去年离开 SM 娱乐的他在新公司也有想完成的目标사실우리회사가그런해외활동을많이안해봤던회사예요근데제가우리회사를해외활동이아주왕성한회사로만들수있도록네가보겠습니다有没有想要跟台湾的哪位歌手或者演员合作呢빠산양빠산양의그보컬이신분께서제가좀좋아하는취향의음성이시더라고요그래서같이하면되게색깔이잘맞을것같다는생각이들었습니다현씨생일이2월3일인데요이제다가오는데요혹시생일소원이있다면어떤소원이있을까요대만콘서트매진台湾的演唱会寿星 sold out 这样肯定会是一票难求近期单身即地狱热度超高身为主持人之一的龟贤也被问起会不会想亲自出演제가거기참가하기에는일단나이가좀많은것같고벗을수가없습니다그래서죄송하다고말씀드립니다마지막으로하정씨의턱플러팅으로큐피터와엘프에게사랑의마음좀전해주세요자타이완요밍마오케이我喜欢你对不能不能不能不好意思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再害羞还是有求必应，不止这次和团体一起来台，龟贤也将展开个人亚洲巡回，继续和粉丝见面。完全娱乐连品文陈家峰采访报道。